奖徽送给陈少琪。送给你，送给我。王心凌演唱会九张栋梁清唱小乌龟纤维小 pasta 回忆杀。甜心教主王心凌回违17年24号在马来西亚开唱。我的好朋友真的来了。好友张栋梁惊喜现身，勾起偶像剧《微笑 Pasta》的回忆杀。相隔快20年后的合群陈小旭再合体，让歌迷跟剧迷双双嗨翻。然后来到现场支持我 ，Love you，Love you too。马来西亚是不是很爱心灵？要再回来啊！因为这一次相隔17年，希望能相隔17年。谢谢东阳，谢谢。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